晋山灶咖，佮上伫遮，大家好，我是晋山。去过。西子。大家好，我是晋山。万圣节快到了，我们来做南瓜巴斯克蛋糕。来，材料就这么一点点而已。开始吧。你们都不用去皮。蒸完再去皮。蒸完再去不会不好去。不会啊。用微波炉对，大概要微多久？微波炉把它煮熟，老实说，看你的微波炉了。今天先打蛋，好，再来糖，糖，蛋，鲜奶油，先来一点，不要全下啊。这个步骤是要把里面的细胞弄出来。看起来蛮漂亮的。南瓜巴斯克，烧焦的巴斯克，烧焦但好吃的巴斯克，巴斯克，巴斯克。